你好啊。大德古兽，你好啊。ハッキング始めるよ。Combo 看右边那排，哦，那个我知道。血真的很多。小波等来个什么？この木を逃さないで。有啊，稳了，稳了，我感觉到稳了。
回合会失效。これを使おう。要赢呢，哇塞，居然还会补。無理は禁物だ。真的好打多了，感谢你。これを使おう。又上了，这样等一下他还会再补三千，就这样一直循环。悟空武功比技能还痛。
然后再补。这个是要在他放出安全守护的之前，把他给打死。又来，欸，他这次上的比较快。感觉要再加一只。好像混沌神魔要换下去，把贯通脚加叫上来。道具补血，我用技能就好。
束啦。INT 高，我攻打他不痛。艾迪卡，你怎么对我说出这种话呢？哦，巴士塔丁苹果塔。想对我说什么啊？我可以把你当作在告白吗？我已经，我这样应该算是成功收服艾莉卡了吧？我是不是已经成为他心中最特别的人了？